事到如今，你已经没有选择。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，就跟我说真话。这些都是我自找的。自找？什么意思？ 意思就是，就是我没有办法狠心对你下手，没有完成任务，而烈影神宗不需要无用之人，软弱就要付出代价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你的意思是？ 你离开了魔宗，你这次不会又再骗我吧？我知道，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了你对我的信任。这次我拼命来这里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告诉你。 我一向认为，我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。我一直都认为我只是一个工具，我从来都没有过其他的想法，我从来都没有把持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而你是个意外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 你对我好，我心存感激。但是你我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就算我心为真，你我最终都要站在正邪两端，两相对望。还不如就这样好聚好散。 就此别过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也会疑惑，我也会心疼。你心疼我？